今天呢是我16岁的生日，但16岁的生日怎么可能只吃蛋糕呢？那么无聊。今天除了准备蛋糕呢，还有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不是要许愿吗？然后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我的 YouTube 快点1000订阅就好，1000就好。然后第二个，大家都身体健康。然后第三个我就说在心里吧。好，我要切蛋糕咯。生日快乐！干，超夸张，都奶油。如果喜欢这影片，记得在下方帮我分享、按赞，不要忘记订阅喽！下次见，拜拜。